下面欢迎我们比赛的三号选手陈伟上场。大家好，我先用那个北京话给大家问声好，吃了吗？谢谢。我是一个那个 rock fan， 希望那个所有喜欢摇滚的同学们能为我多多加油。这个据说不太熟悉摇滚的朋友们不知道这个手势就是 rock and roll， 或者用这个也可以。这个手势同时代表那个 I love you。因为我是三号嘛，所以大家要喜欢我的歌声的话，能给我要这个手势。谢谢。那好，那你有亲友团吗？没有。那就大家来给他鼓个掌。谢谢。我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个信乐团的天高地厚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你累了没有？可否伸出双手，想拥抱，怎能握着拳头？